肺炎疫情虽然冇好转到，但喺情人节当日都唔少朋友仔出咗街庆祝。周柏豪为咗避免人潮，最近都留喺屋企度凑女多，但情人节呢一日都要出动啦。但系就唔系同老婆庆祝，而系去排队买厕纸啊！佢话已经两个星期都买唔到纸巾，悭住用都用晒啦。今日好彩先买到两条咋。在买嘢嘅期间，仲有街坊递消毒液俾佢，话知道佢屋企有 BB 好需要。不过柏豪唔好意思，所以就拒绝咗。真系人间有爱啊！两条 ，thanks。